处就是哈密了。嗯，我看这，在这边就感觉好空旷了哈。嗯。我们只要有48小时的核酸进来就可以了。对的。查的不是特别严啊。对。感觉不知不觉就进来了啊，开得挺快的样子。嗯，进来以后发现快啊，但你想离乌鲁木齐还有个500多公里呢。又感觉在梦游啊，新疆太大了，太大了。这边新建了不少楼哦。哈密我们还真的没什么印象啊。嗯，对，我车够不够进去啊？感觉不太够哎。感觉不太够。嗯，不太够。限高啊，这里能不能进去啊？那没有拦起来，是不是可以开进去啊？我们把车子停好了啊，就在哈密的一个郊区吧。啊，这边呢，这个商铺啊都还没开门。啊，把车子停在这边，我们去吃点中饭，到新疆的第一顿饭啊。还没进来就想着吃这车了啊？哎，没有，我们今天不是说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吃啥咱都要克制，是不是？到新疆了。抓饭、拌面、烤肉是吧？面不加面，吃面不加面，抓饭两人吃一份，然后那个还有什么着？烤肉一人一串，烤肉一人一串，那得分大串小串是吧？你看不差。这边地方吃的比较少啊，我们到旁边看一下嘛，简单吃一口哈。旁边就有一个餐厅啊，这边有炒面、拌面、黄面、烤肉，就这家吧，简单吃一口哈。来两块烤肉，嗯，这熟悉的那个炭火味。我们就在这边点一份面，不加面啊，不加面，两个人吃一份，两个人吃一份不加面。然后呢，想吃一下这个烤串，好小一串啊、哦。没想到这个是2块钱一串的烤肉，不过这个吃起来说实话是很过瘾的，其实录起来很过瘾。被老板嫌弃了，等一下。对，我本来以为是那种正常6块钱、8块钱一串那个大串的。嗯。减肥减肥啊、嗯。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新疆的那个分量有多大。对啊，分量确实是大。你之前是，自己来一份，还加一份面，然后我再来一份，吃不完了给你。嗯，不行，量太多了。嗯。必须要克制住。锅油肉拌面啊。也有吃到锅油肉拌面了。我总感觉哈密的感觉没那么，有点不一样是吧？对，这边刚进入新疆，可能那个氛围还没那么浓。对，这是什么、啊？这个趁着吃，来，感觉辣，你吃吧。腌一串。辣，我感觉很辣，放了好多辣子，是不是、啊？嗯，有点辣。嗯，你吃吧，又给你转了一串。嗯。嗯，有点像内地的烤串。有点像内地的风味是吧？嗯，我味道还可以，羊肉好。嗯，这个面还是挺有劲道的哈。嗯，熟悉的新疆拌面啊。吃完了，一点不浪费啊。嗯，吃饱没有？饱了。饱了，确定饱了？饱了。七分饱了。刚老板看我们吃完了，还问我要不要加面。不要加。那加面是免费的，是。我们就想减肥来的。笑死我，老板还怕我们吃不饱。好，买单，走。来。老板多少钱一个？刚刚啊，在找停车位的时候啊，看到这边啊，就是市场人好多啊，好像今天是他们的赶集日。啊、哦，到新疆没想到一下子就遇到赶集了，啊，这是外围啊，外围好多卖这种花草树木的，是卖苗的吗？哎，你看不知道什么名字，人家都挂了图片，这是冰糖雪梨、大油桃，拿回去就可以种了。哦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避免了我们去问这个是啥，人家直接挂图片给你。红线，买回去直接种了哈。咦，要有个院子，买点这东西回去种不挺好吗？赶紧先搞个院子种了。越来越想搞个院子了，你看这么多
黄经理，荷巴大樱桃，大樱桃也能种熟啊？对，哇，不用再种了，可以啊，种挺好的啊、哦，好热闹哎，大樱桃啊，哎呀，樱桃也能种熟啊？我感觉看那个苗子都长得一个样啊，嗯，还好挂了个图片。还有什么？马西包都。看到没有？冰糖心。冰糖心苹果呢？能不能种得起来呀、啊？苹果树要到好几年嘛。李子，我就好吃这个李子啊。哎呀，咦，核桃树。李子树，你是家乡的。哎呦，什么都有。哎，你说我们虽然说在新疆逛过很多那个赶集大巴扎啊，但是卖这种树苗子的还没见过呢哈。免费的水啊，你看，哎呦，新疆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贴心。对啊，他们要浇树的啊、哦，他们要实时浇树的，各种苗子哦。嗯，这边呢就全是小动物了。这里那么多东西卖哈、啊，还真没赶过这个这么大的集，像这样的集呢哈。嗯、我们还有点来的有点晚，早上那肯定更热闹。兔子。怎么卖的？三十一只啊。嗯。哦。怎么看它公母的？哎，把卖掉呗。它耳朵怎么了？让打架咬的，它钻到别的圈里了。啊、哦，打架被咬掉耳朵了。兔子打架是咬耳朵哎。是啊。嗯。哎，那边有没有八哥啊？没看到这些小动物啊，就特别的开心啊。小动物，欢迎想养鸟。没有八哥，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新奇的小动物。嗯，那边还有卖鸡，卖鸡好像都是卖那个育苗，就那个小的那种。啊，这边就是单个的鸡、乌鸡、鸽子。还有猫，还有猫啊，猫也卖的。哎呀，这是家猫。嗯，还有猫。外面逛完了，我们再逛逛里面啊。这里面这个花草树木就变少了，变小了。嗯。你不要买那个什么草来的。嗯，这边更像一个花鸟鱼虫市场一样的。是啊。嗯，花草树木。啊，闻到的这种一股那个熟悉的味道，馕。啊，馕。这边还是卖百货的比较多啊。百货啊，还有这个花草树木啊，都比较多。种子，各种葡萄干。刚刚现在也有各种葡萄干，呵呵，特产呢、啊，什么都有啊，非常的热闹。就是这样摆的。嗯，大型的综合市场，综合赶集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新疆的这个物价，今年有没有上涨？反正内地呢是涨了不少。我们就看看番茄就知道了。等等，番茄怎么卖啊？啊，十块。十块啊？啊。十块。嗯，那看来番茄哪里都涨了。是啊。今天都卖十块一公斤了。普通的番茄呀。嗯、啊，普通的番茄也要五块钱一斤了。哦，今天的凉面。以前是五块钱一公斤，然后现在是十块钱一公斤。这个物价真的是有点涨了，因为它那个红椒啊，还有青红椒啊。都要20块钱一公斤，对，10块钱一斤。我8块钱吧。啊，番茄是10块钱一公斤。这小花怎么卖？8块钱，这小花好吃，哎，这个没嫁接。没嫁接，那贵。就青红椒贵一些。对。这样的物价，相比去年来讲的话，也是有个别的蔬菜吧，都是涨了一些哈。嗯，这两天哪里的蔬菜都贵。到新疆呢，得整点那个呛马菇和黄萝卜呀。新疆就不想吃那个红的萝卜了。嗯，黄萝卜甜一点。新疆也好一点。咱们那个黄萝卜多少钱？4块钱。黄萝卜价格还真涨了。这黄萝卜就便宜点。啊，4块钱。下马菇4块是吧？一样的价格。拿两个。对。拿两个炖羊肉吃。炖羊肉吃。本地的这个下马菇啊，还有萝卜啊，就便宜点啊。就便宜点。先卖完了再用着。要小的还是大的？砂糖橘6块钱，然后粑粑柑8块，和那里差不多的价哈。啊，那就粑粑柑吃吧。8块。在市场里逛了一圈呢，觉得没买到什么，这边的青菜，买点小水果，黄萝卜，看马菇。感觉他这个这边的话还是
可能我们来的有点晚吧，没有那么热闹哈。这是来卖鱼的，哟嘿哟，这个特色烤包子啊，烤完了，正常看有没有嘛，有的话拿一个呗。10块钱一个，还得不得啊？拿一个肉囊哈，10块钱。对，10块钱。哎，拿个热囊啊，热囊，刚出锅，10块钱一个。热乎的。嗯。拿回去吃吧，这里人太多了。走。然后有个吃的了是吧？哎，今天这个都有了。哎，临走的时候呢，还买了一个肉囊。这个不叫巴扎吧？这个我觉得就叫大市场吧，综合市场吧，哈。吃的不多是吧？吃的不多，就没有那个大巴扎的感觉是吧？这市场上很多这种现榨的东西啊，现榨的这个香油、芝麻酱，这些纯的哦。啊、哦，都拿这个现榨的。还有葡萄了？现在有葡萄了吗？这谁动过的？这个是香的，尝了香的。不用，谢谢。这肯定都是从那个冷库里拿出来的，这个更久的，这个是哈。看了就冻到了。再看我们家这狗子，兴奋的呀。哎呦呦，看一下香不香？哎呦，可不能让它碰到这个饼啊、哦！谢谢。哎，菜弄了。来，别忘了，坐下。坐下。给你买萝卜，坐下，再看见我手里的囊。哎呀，大白，哎呀，大白兴奋的啊！尝尝结尾的大肉饼呢。嗯，肉囊。大肉囊。嗯，全是羊肉啊！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里面全是肉，10块钱一个。嗯。大白，大白你吃个胡萝卜吧。阿白，你吃个胡萝卜吧啊！啊，啊，阿白。黄萝卜，阿白也好久没吃黄萝卜了啊，来回味一下，直接拿走了。做晚餐呢、啊？嗯，晚上煮点粥吃好了。嗯，不能多吃哈、啊，多喝点水。嗯，这边又开始干了哈、哦。我鼻子里、眼冒的全是那啥，跟鼻血一样的。嗯，在这边要多喝点水。好好吃。好好吃啊。嗯。哈哈。他们把胡萝卜拿过来啦，想跟你换。你坐下。丢给他，老板。丢给他。丢。老板，丢给他，我不要这胡萝卜啊，白子。有没有？坐下。那看你吃的香啊。啊，趴下吃，趴下吃，趴下来吃，趴下来吃啊。这里面有洋葱，不能给他吃。啊，那太重口味了啊！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减肥。黄萝卜有营养啊，白。咬不开呀、啊，外头。哈哈牙齿，你看都嘎嘣脆，是不是？嗯，香了、啊，外。哦。大白有个小伙伴过来玩了。妮妮。这金毛也好胖啊，颜色比大白还要深。啊，我们这个是美西枫叶红嘛。啊。这个就是从苏州带回来的，是吧？哦，老乡啊，大白。啊，从苏州带回来的。大白，都是江苏的，大白。啊，好，你跟狗子来了啊，你看。来，哎呦，你看，好听话哦。啊，你看爪子那么肥，我感觉它有100斤。啊。说只有70多斤，那么跟大白差不多。看着我感觉不是一个等级的。嗯，过来。他有没有节育啊？没有。没有节育也这么胖啊？嗯。然后他喜欢跟小朋友玩，你看。没有，我们就不喜欢跟小。他喜欢跟小朋友玩、啊，不喜欢跟狗玩。啊。哈哈，姐。他喜欢我。哎呦，阿弟。我狗上面有好多病毒。他好喜欢小朋友啊！哎呦，我的天。哦。喜欢小朋友，不喜欢跟狗玩，啊？我去，亲亲。哇，又玩屁股，跟我那个电视差不多。啊，我喜欢小朋友。哎，干嘛呀？干嘛呀你啊？
好，小朋友怎么弄他的他都不生气，他脾气好好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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